女孩们。泡温泉开头，那我好看吗？你怎么会说这种蠢话？我不允许你说这种。小丁，你说一句。怎么可能不好看？有吗？这个密码的角度如何？可以摸一下你的流量密码吗？摸了之后，那就是黄密码。好了，闻摸了。因为有点冷，好想赶快躲进热水里面。好冰哦！我们先去更衣室。我要跟进去吗？当然是看你喽。好，那我来了。直接走去。哎、欸，我们去泡那个冷的好了。好。啊，好冷哦！我快冷死了。你们泳衣还一样是黄色。对、啊、对，我们刚刚吓到哎、欸，很巧哎、欸，直接默契一个默契 ，O O T D 到。来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。今天我们包场了，我听起来很像是什么富少。哇哇，好舒服哦！发现一件事，我整个头也喷水。哇，好舒服！你们要不要也来泡一下？我不好意思跟你们在同一个水域。你想自己来泡？对对对，我比较想跟女生泡。直接被拒绝。哎、欸，外面超多蒲公英的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而且外面还有一个泳池哦。然后你们这边可以泡完，可以去外面泡一下。有点冷。是啊，几岁的？我24岁，看你们这么爽，好不爽！欢迎你啊，要不要下下来？欢迎你。我这样先下去的话，我会更不爽。女孩们，哇，泡温泉看风景。你现在看出来，明就是几个臭男生，都被几个臭男生给挡住了。分享一下今天的旅程啊！今天旅程真的是有多废，我真的不好意思说，我真的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哎，会不会太幸福了？对啊，所以我们结算那个通告费的时候，我们会、就是、直接扣掉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会斟酌给。斟酌给。就像你们、欸、昨天拿了2000块的那个零用金啊，也会从通告费里面扣。那那个金鸡的钱也会从。怎么了？错了错了，我差点掉下去。你就是要这种画面，下去下去，给我下去。我需要热水，这里有一个口出热水的地方。哎、欸，昨天都请到金鸡母，如果真的发财的话，你要怎么回馈我们？我就让你们当我的摄影师跟那个企划师，高薪聘请你们。我有很开心吗？高薪聘请你当我的企划师加摄影师。我看起来很开心吗？你看起来不是吗？蛮开心的。对啊。你就一直跟在我旁边就好了。不需要。那我好看吗？你怎么会说这种蠢话？我不允许你说这种。小丁，你说一句。怎么可能不好看？有吗？这个密码的角度如何？有啦，最好的是在那边，因为他抢走。怪他了。其实好像更适合来露天这种，然后就可以喝杯清酒，好像蛮不错的。但太冷，太冷。除非你先下去。我干嘛下去？观众有想看到吗？他们想看到 Sam 泡汤的样子。哇，我觉得他们会承受不了。今天去两区，没有去到泡汤的地方，感觉。他说了一句。一个成语我觉得非常适合。小迪说的什么成语？炫一下。说什么？对，有说什么？因祸得福。哦哦，对，我在车上面讲的。因祸得福，我就哦，超级有那个感觉。新去的那个地方真的非常的漂亮，而且餐点也超级好吃。它真的很日哎、欸，而且你又刚好很喜欢日式料理。对。你没有想好今天晚餐想要吃什么东西了吗？我们刚刚其实沿路上其实有蛮多餐厅，看起来都蛮漂亮的。是哦，我们可能没看到，因为你们都在睡。哎、欸，可是真的，你开车很适合睡觉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开车很晃，你不睡觉的话会晕死。他整个快要飘起来了，不敢睡觉，那个会害怕哎、欸。我开车只有被女生说过很安稳，我没有被女生说过晃过。有啊，我以前啊。所以我的感受是对的啊，因为我第一天就觉得，我觉得车子快飘起来了，赶快睡觉了。车神啊，啊那哎、欸，他们还想泡一下吧？不会，他们想要去。这很舒服。你们不要用你们自己的想法来怪我。我就问你想要什么，你讲嘛，你都没主见。是你想吃饭吧？来啦，让你各位久等了，我来了。哦，冷哦！啊，我快冷死了！暖了吧？欸、好暖，还可以。那我现在把门打开，你们又觉得冷吗？可是有我在，怎么会冷？但是有你在，让我觉得才觉得冷，更冷，心寒，更心寒。你们下次有想要去哪边玩吗？自从这个节目之后，我觉得你们的 IG 就可以常常去看一下人家户外的那些游记啊什么的。看看自己想去哪边玩、嗯。我想去游乐园。
游乐园有没有购物行程？你自己带钱，我们绝对没问题。还有什么啊？还有什么地方？你自己私人最喜欢哪里？当然不告诉你们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啊。秘密行程，我不能被发现，因为这是我的完美约会的攻略。你说怕我去打扰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有专门一个约会地图。真假的？你要不要拿出来给我们这个节目贡献给我们的节目？不要，不行，我怕别人学起来，那搞完那些点都一堆拉里拉扎的。但是我想去那个阿里山。阿里山，小迪去过阿里山吗？我没有去过。那你对阿里山有什么印象？说到阿里山，其实我会想到茶叶，高山茶，阿里山高山茶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去阿里山吗？因为之前去那个星星秀泰看电影的时候，它的前导片就是阿里山的宣导片。不是蝴蝶谷吗？就阿里山蝴蝶谷。不是，哪是啦，蝴蝶谷是阿里山吧？我一直误会那个地方了耶。OK， 笔记一下。好，你现在开始把自己想去的点直接存在 Google Map。阿里山是在嘉义，对，嘉义。我为什么那么了解？因为我们之前一丹有去那边拍 MV， 可是我没有去，因为我那时候得流感。可是其他成员有去过，所以我都有听说过那边的风景啊，还有地点之类的。原来你也因为这个行业去过很多地方。嗯，好棒！我就跟着一些美食节目出去玩了，还有拍写真或去一些漂亮的景点。对，有什么拍写真的景点是你觉得哇，这一生我还一定就是还要再去一次？我上次是去，也是台南，有一间叫做男人女人，它的民宿，它的民宿真的超级美，很像在国外的那一种。不是拍写真，然后要跟朋友去的话，我还会想再去一次。指定那一家。对，那小弟嘞？台湾好像有一个蘑菇屋，然后我感觉蛮可爱的。可是你是说那个哈比村吗？苗栗有一个，对对，苗栗，我有看过。地方，因为我觉得很可爱，这很适合拍照啊。然后那边都感觉不是好像离开了现实世界一样。你很喜欢很梦幻的地方。她就是少女啊，就是美少女。对啊，他自称香港首席美少女，不是自称，是粉丝。香港是什么意思啊？第一位，我是那个写真天花板，写真女星天花板，台湾写真女星天花板，很敢讲哎，这是我自己的头衔啊，给自己的头衔。OK， 写真教科书。好啦，那你们赶快泡，这也不是泡，你们再考一下，考一考，考一下。我有一个很失礼的问题，好，我可以摸一下你的流量密码，摸了之后那就会黄标。那我先不推出去了，摸它。这个剪定是就被黄标了，但我没有，所以想要就是来知道那触感，来吧，我摸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从来没有怀疑过。那你很棒，好荒谬啊！那你很棒，你再继续考了，我要出去了，拜拜。